可是有很大。哎，哦，应该很多会来追求你。对啊，我觉得骚扰比较多哎，你可不可以让我闻一下你的脚？很多。对，不行不行，我觉得很不。毛巾，我们想买牙刷，我们想买，我付我付，我们拜托。很恶心哎，你好求你，就是这件。哎，Amy，哎，雅安，啊，是哎。雅安你好，五五八千呐，这是将近多少？58,800，55,800，对啊，哇塞，你的零头就已经占了我这个，占了一半。Oh my god， 我全部人加起来没有他多，真的哎，你怎么弄到的？对，怎么变到的？我觉得 IG 经营的话，其实女生比较吃香，因为像我一开始是在外拍，所以都 po 一些性感照。然后就会吸引很多男生，康哥也可以啊，就是你知道吗？你知道男生就是要长得帅，然后有身材。康哥你有啊，你就脱上衣拍，就会有人来按赞。啊有，哎，学到一招，有一招。这个舞是有灵感的舞，真的假的？你不要还有被告？真的啦，真的，对不对？会不会封锁？对啊，人家都是因为太色情，我是太丑，被删掉。是哦。你经营多久得到这个？对啊，应该三年吧。哇，三年55万，超快耶，超快的。我觉得50万。对，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觉得可以跟上时事，就像前阵子有拍开箱文或是唱兜圈健身吧，因为我自己很不喜欢运动。哦，对，因为你看起来就是真的不太会健身的感觉。为什么？那你感觉瘦瘦小小的。因为我平常要拍一些比较裸露的照片，性感，对对对，讲性感，好，性感，裸露，裸露，搞到那卖肉一样，裸露，雷亚马，我平常要拍一些雷亚马，裸露的照片，所以身材都要顾一下。你有没有腹肌？我没有到腹肌，可是有很大。哎，哦，不相信？请问你的三围是？32C 2234，它是纯腹肌，不是胸肌哦，纯胸肌，所以那是锻炼练出来，原本是 A， 我推练到 C。像这个55,800嘛，对不对？55,800的话，应该很多会来追求你。对啊，我觉得骚扰比较多哎，骚扰比较多，没有人真是追你嘛，就是没有遇过好的，比如说那个小姐。雅涵，我很有诚意，可不可以跟你？可是这种不认识搭讪类型，我不会理他。哦，就是我要是认识之后，就是你追我，我可能才会有互动。但是就是可能你如果在 IG 上面私讯我说，哦，我真的很想认识你这样子，总不行。就我不会。多半在接下来就开始骚扰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但有些是一开始就直接传骚扰。传什么？传什么？传什么？照片？照片啊，可能私密照之类的。私密搭。对，然后私密搭照片，像我之前交过的男朋友，他们也不太能够接受我做这个行业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女朋友被意淫，他们会很不舒服。而且就是这种感觉很奇怪，就等于像因为我们是做艺人，所以说我们弄 IG 其实我们就跟做艺人差不多，可是这种就好像把我的女朋友分享给人家，如果他平常又穿的算性感的话，你会不会觉得这样？我是还 OK 啦，你最大方，你完全不在乎，啊，反正你没有交爱。你说，哎，欸，看55.8万，对啊，喜欢我女朋友，你怎么这样？不是，他只是喜欢这个数字出去炫耀。我女朋友55.8万，你女朋友多少？所以他下次比女朋友发了，没有真爱，没有。他下次看到70万的，他就换女朋友。对啊，你70万，哎，白老师，是哦。那你们会觉得这样吗？比如说，女朋友如果说这么受欢迎，你们会吃醋？我觉得还蛮风光的感觉啊。对啊，而且他就是那种70万他就换了，可能是因为自己也有在经营，所以就会想要一起成长。那派对哥你会吗？我真的会有点小吃味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们很常 po 性感照的，因为像是我都会收到那种私信是要跟我买我穿过的袜子。怎么可能？不要为了录影哦，不夸张，是实话吗？他就说派对哥，还有人跟我买眼泪的。是真的真的，你应该以为只有母狗的眼泪可以卖啊，康哥的眼泪，对啊，牛的眼泪，康哥眼泪照样都可以，从来不掉泪，真的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因为真的很多怪人，真的，有些还会说什么要求，就是我付你钱，你可不可以让我闻一下你的脚？很多，对，真的，他开多少？开多少？我是不知道，我没有问那么多，我没有在 IG 上没有公定价格，闻脚7000这样，6秒，你原味要卖多少？
我不卖的啦。如果 T 恤，不行不行，我觉得很不。毛巾，我们想买牙刷，我们想買，我付，我们拜托。很恶心耶、欸！求你，就是这件，绝对一万，不行，太怪了。对啊，你不要这样一直笑，会很尴尬。你的笑容很尴尬，好这样啊，因为我要训练一下，你的笑容太尴尬。来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五个一起露出最阳光的笑容，让他选谁最阳光。好嘞，预备，开始。一定是搞笑吧？该你，该你。哎呦！他吧，你们都好奇怪哦。谁？喂，我的埃及人很难搞啦，什么意思？你们都没有好好的笑，笑嗎有吗？那我们就照我们平常拍照找笑，预、备，一二三。那我选冬天。你看吧，你还没有看这边嘞。礼貌嘞，礼貌不见了。礼貌嘞，你原本就想选冬天吧？对啊。酸米怎么变酸米？我跟你讲，那我们要录一个 IG 动态不眨眼游戏十五秒，怎么样？就是他们现实动态都会有人发明一些游戏，是、对。然后我们今天要玩游戏，就是比看谁最能，就是最长时间不眨眼，哦，谁就赢这样。那我们谁先开始？可是我有干眼症。哪有这种这种先？我们 IG 的这很烦哎，对啊，我玩不眨眼，但是我有干眼症的。然后叫那我们来玩，那你先好不好？我先。对，你说好我就开始。开始。哦，它上面有那个秒数在计时，看可以多久不眨眼。属于我好吗？好强哦！好了，十一秒多啊，十一秒多是。哇，你犯累，看到眼嘞！谢三桂。想在这流泪，十一点二，十一点二，十一点强的，十一点二很烂哎。啊？你不是说你干眼？对啊，所以干眼症都可以超越，就对了。好，觉得谁觉得谁可以超越我？我自己试过一次，也是只有十秒而已。可是我朋友都可以。我十一点二，你十秒吗？我很烂。说不定等下玩第二次。我跟你讲，他们一定来一个撑不下去，来一个绝美眨眼。这是我可以，这是我可以。不是，因为我朋友都一百秒，你知道吗？100秒。你朋友是鱼的，他没有眼皮。他割过了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给你再一次机会，酝酿酝酿。哦，哎呦，哇，哎，哦 ，keep going， 他说你不能渣，你一渣就变渣男了，你会变渣男了，哇，不能当渣男，不能当渣男，他真的流泪了，等一下，割了眼泪，渣男渣流泪，渣半夏。哭了！你在哭哎！哭了！快点救他啦！记得啦！你好像被游街了，出来道歉了，拜托拜托！怎么玩到哭？哭！我不是，我只是 IG 1.8万，我要搞成这样吗？怎么好？什么内容啊？鸡鸡的，好笑！该你，一个过来。我觉得我很强。输给我打死你！预备，开始。0.6秒，停住了哎！因为他刚刚0.6秒的时候就太烂，眨眼这样，眨眼是人类的习惯。渣男，渣男。对啊，我这个泪白流很强哎。好吧，来来，0.6秒，真的要脏的了，太烂了，是不小心眨了。我好像眼睛没有那么酸。主持人，我想请教有血有泪的主持人 ，IQ 不高的罪在哪里？要搞到哭。好。